那边警戒角都看清楚了，千万不要遗漏。来，让一下。是的，千万别遗漏。那边警戒线人在来也来，那都是现场。兄弟，你慢一点啊！怎么回事？具体情况我们还在调查，我们也是接到群众的报警，说这里有恶性的斗殴事件。但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，伤者已经用救护车拉去医院了。 哥，你太森了，这国人的现在出来喽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个德行。不好意思，车先生，知道了，你不用管了。啊，这个我刚才忘了，一会儿还有一个剧本的研讨会，要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啊，那好，那您先忙。 等您哪天有空，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安排您和刘总签约。好嘞，辛苦你了啊！再见，再见啊！哎，王处长敞亮！哎呀，行了，事儿也办完了，把我送回去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妹。 真不是不想送你，我确实有一个会很着急要赶回去。要不你还是坐地铁吧，咱赣州地铁很方便的，还不堵车。熊国良，你要是什么时候能干不卸磨杀驴的事儿，那太阳绝对是大西边出来的。人哪能呢？喂，蒋三，什么？干天雷跑了？我晓得，我晓得。 赶紧坐一次！哎，你怎么能抢呢？你这，哎，老姚，你得给我作证啊！王处长刚才已经把字给签了，干天雷不能算是脱逃啊，你得作证啊！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这是我特殊情况嘛。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，赶紧找这个台局，如实的汇报一下，对吧？哎，老姚，老姚，老姚。 哎，没事没事，熊国良，你把东西给我。哎，这干天雷要什么都没干呢，他跑什么呀？这两码子事儿嘛，干天雷他本来就没事儿啊。你给我回来！不不不，台局说了，只要证据确凿，就可以放人。台局让我来，我才来的。你这么做不是把台局装进去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有什么雷，我扛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走，熊国良。 喂，老熊，怎么了？干天雷这臭小子，人家王处长都来签字了，他也不知道作什么妖，自己给跑了。现在这事麻烦了，你说他是签字之前跑的也行，说他是签字之后跑的也没错。反正台局那边已经很生气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跑了？还能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。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啊，走的时候好好的。小暖出事了，医院让我去缴费。别骗我，老熊，老熊，他去医院了，你们马上赶过去，他知道小暖出事了。医院出什么事了？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了？我在那儿。 接了玛丽一个电话，他应该是猜到了。你多那一嘴干什么呀？你能不能不添乱呢？啊！这王处长都把字给签了，你说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？这查法头长的见识短。
哎，谭局，您听我说啊，这干天雷啊，他是被周永鹏冷心了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仇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啊，行行行，您放心啊，我马上解决这个事儿。再说了，这干天雷跑的这个事儿吧，他也不算逃。这事情发生在王处长签字之后，不是吗？你解决，你解决什么？你别在这给我打马虎眼了。干天雷的事我已经全部全权交给马瑞了，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南岸码头的案子。 南岸码头，什么案子？这么大个案子你都不知道，你这队长就别干了。哎，别，你要真想撤我的职，也等我帮你把案子查清楚再说呀。南岸码头发生了械斗，查出了50公斤的海洛因，上面全部印有凯撒的标，这回你知道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了吧？50公斤，真是想上天啊！你们支队的人都在码头上，你自己去问。我告诉你，熊国良。 你现在把重点就放在南岸码头上。刚才雷这边，你千万不要插手。刚才雷既然敢这么干，我不管他是为了谁，他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喂，喂，太君，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的呢？对，孙医生。 你好，孙大夫，大侄子情况我了解了一下，在报告没出来之前，还有其他的就是方案吗？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，但现在他只有靠强心针来帮他撑住这口气了，也许挣更多的时间。好，那我需要做什么吗？啊，您看看文件，在这签个字。 哥们儿，去哪儿啊？哥们儿，上车。什么意思啊，哥们儿？跟了我一路了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是受人之托，咱大家都是道上混的。我呢，混东家养殖场。你今天放了我，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。下车，看着点儿。
管你混哪儿的，今天你的车我先用了。好，滚。东郊养殖场。大哥，咱说好了包半天的，您这时间马上就超了，得加钱啊！你放心吧，少不了你的，再包你一下午，给你一天的钱啊！您别包我，包我的车就行了，爽快！您坐好了，大哥，给钱没问题，你跟紧啊，别给我跟丢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嫂子是不是在外面约人了？您放心吧，赶他到宾馆之前，我指定帮你追上他。我不是去摘绿帽子的。大概情况就这样，查获的海洛因已经送到计程车化验了。我和李克，还有南岸派出所的民警同志，正在医院给受伤的嫌疑人救治。等他情况稳定一点，立刻进行面试。有结果了，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行，那你们定好了，有情况向我汇报。头电话，这种体量的毒品案，估计上头已经炸锅了。天塌下来有个够高的顶，头扛得住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损失了多少啊？大概400万。谁干的查出来了吗？还没摸着呢。出面的是一帮万州人，我已经派人盯上了。麻烦的是，把警察给招来的。不过还好，我让他们把货上都印了凯撒的标志，应该能绕他们一回。那你也得赶紧查抢货的那帮人呢。等干天雷的事情彻底了结，我会让他们怎么吃进去的，怎么给我吐出来。牌局指示，后续行动由我全权负责。我的任务就是把甘天雷带回去。你跟他的关系我也是知道的，但是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咱们平时怎么都行，但是你要是妨碍我执行任务，别怪我翻脸。既然领导有批示，行动权自然归你们。我不过是想进去看看病人，这里面躺着的可是我干闺女。这总可以吧？谢了啊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看看，字都已经签完了，人没了。是我大意了。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罚。行了行了，先别说什么处罚的事儿了。
这事儿也不都怪你，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找着天雷。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呢，马瑞他们已经接手行动了。马瑞，裴局的意思。那个马瑞平时看着随和，一上任务六亲不认。万一天雷要是硬来的话，他会开枪的。谁说不是呢？要不怎么都叫他灭绝师太呢？通知台局吧。没用的，台局现在的心思不在天雷身上。南岸马刀的案子，缴获了50公斤海洛因，上面有凯撒的标志，上头都已经炸了锅了。凯撒本来就是台局的心结，现在的局面让他更难看。他暂时顾不上天雷，只能咱们自己随机应变了。湘南怎么样？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我已经签字了。想要救湘南，只能冒险治疗。湘南从这么高，我就带着他，一直看她长成个大姑娘。你说她现在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天雷说？现在一定得挺住了，现在只不过是很多事情堆在一起罢了，只要挺过去就会没事的。啊，你得多想想小暖，她现在还在病床上受苦呢，她需要你。还有天雷，你要是倒下了，往后谁能镇得住这条倔驴啊？哎，对，还有我们大伙儿，你要是真倒下了，我上哪儿找这么一个用得那么顺手的队长？是不是？啊？哎，别用手，多脏啊！来，这是邪门，天天抓坏人，可是最后呢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。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总得有人干吧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能挺住。你快去忙吧。行，那我先回趟局里，你这点心盯着。天雷要有什么动静，马上通知我，啊。好。
大爷，打个电话。阿莲，怎么样？亚队，我看那个女杀手打了一架，还是觉得，哎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嗯，我去那边看一眼去，我马上回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疑似目标人物出现在医院门诊大厅，身穿白大褂，头戴白帽子，立刻行动。各小组注意，甘天雷在二楼，往天台方向逃窜，封锁各个楼梯，层层推进。咱们也过去。是。阿队，怎么了？你故意的吧？啊？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把他给我按了！我为什么呀？马队，快，哎，兄弟，哎呀，轻点！我的兄弟，哎，马队，轻点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轻点！天雷。对不起，天雷，你不能久留。到底什么情况？现在化验结果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，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。对不起，天雷，你必须马上离开。天雷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，他们跟小暖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他？还不是冲着你来的，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，抓住你的软肋，你就会方寸大乱。
该怎么办？具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，就一定想找到你，找到你，你就可以拿到解药。现在想要救小暖，你是唯一的希望。天雷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，不能跟警方发生冲突。说那俩货不会真被砍死了吧？就算砍不死，也得被大檐帽弄死，啊，就他们命不好。兄弟，我都想好了，这单生意干完拿到钱就金盆洗手不干。回来了，哥几个。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啊，这没事，这都没事，小小伤，都被蚊子叮了几口。疼吗？不疼不疼。老板，您看咱这账。啊，对，干的不错，把账给他们结了。收拾干净。杨队，没什么特殊情况吧？没有。小暖怎么样了？还在等化验结果，情况不太好。那我们先过去了。你先忙。给杨队的手机上个手段。头，咱们这样不合适吧？咱们专案组对于抓捕干天雷的行动负全部责任，特殊时期特殊手段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好，有干天雷的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受人之托，我呢还东家永之仇，你今天放了我，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。东家养殖场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你赶着去投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！我说你赶着去投胎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完犊子了！我胳膊折了，你赔我钱吧？那带我上医院呢？别等！你！哎，你撞了人还有理啊你！你撞到人还有理啊！你们来看看呐！哎，你们来看看呐！哎呦，大家看看啊，太不像话了！还有王法吗？啊呸！
个瘪犊子！你眼线好像花了，花了。嗯，不是吧？今天好不容易化点妆，你一大老爷们带个镜子，变态。有时候为了侦查，他不能不带。在哪买的？挺方便的。买的？这哪有的卖？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？嗯。心灵手巧啊，姐喜欢送我的。哎，我们这一个。再做一个呗。不行啊。哎，那你说，我拿这个换顿晚饭不过分吧？没问题，咱们对楼下的红油抄手管饱。红油抄手。大夫，什么情况啊？电影练习了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说吧，说什么呀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装货工人，我正干活呢，莫名其妙的来了四五个人，上来就是一顿砍。这要不是我激你，就被砍死了。你说，你是个装卸工人，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那大半集装箱的活都是你装的。哎呦！哎，哎呦，疼死了，大夫，哎，不行了。刑法347条规定，走私、运输、贩卖、制造，鸦片1000克以上，海洛因50克以上，处以有期徒刑15年以上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你掰掰手指头算算，就你那半个集装箱的货，得枪毙多少回？别说脚趾头了，加上手指头，外界两双手都不够用。别呀，警官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就是普通的装卸工人。那就把问题交代清楚了，在哪装货，在哪卸货，要送到哪里去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我说，哎，这能算自首吗？别废话，赶紧的。东郊养殖场，每次都是在那儿的仓库装货，好像是就什么谭家，从缅川来的，不是本地的。有个厂子专门造白面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没细问。没装完货之后送到码头来。有个专门接货的船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。老熊，你别转了，转得我头晕。你还说我？你我就回了一趟局里，屁大点功夫你就把天雷给放了，你倒是给我打电话呀。当时那个情况，马瑞的一只脚都恨不得迈进来了，我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呢？再说该叮嘱的我都跟天雷说过了。小雷啊，
这上头要是追究下来，我就是想给你扛这个雷，我都扛不住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扛。全当是为了我闺女。这也是我闺女。你是干的。是是是。你是新的。是天雷。喂，天雷。我找到他们了。找到了。喂。啊，是我。他们在哪儿？东郊养殖场。线索确定吗？不确定，但这是唯一的线索。老熊，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，杠 A788C4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你赶紧查吧。喂，说。被砍那个人撂了，东郊养殖场，疑似是个散毒窝点，谭家的人。哪儿？东郊养殖场？对，东郊养殖场。听说之前已经废弃倒闭了，我们是否马上行动？先等一下，你们接着审，把细节夯实了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南岸码头的那海洛因是谭家的，应该是从东郊养殖场散毒。这么说，是谭家对小暖下的手？阿长，那天雷岂不是更危险？要不要通知台局？这样一来的话，就更难拿到解药了。天雷跟谭家是不共戴天的仇啊，他们恨不得就地把他弄死。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引过去呢？难道他们想从天雷身上拿到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不行，我们只是猜测，你这样去不是更危险？就算是有危险，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。你看好小暖吧。注意安全。头，监听到了，甘天雷去了东郊养殖场。定位了吗？定位到了，现在他正在进水立交桥上，就是去东郊的方向。 A 组上车跟我走。喂，老熊，我的手机可能被下钉子了。正常，灭绝师太应该猜到甘天雷会联系你的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被马瑞盯上了也是好事，算是加了一层保险吧。挂了。好，随时联系。谭老三，我谭小四，你宝贝儿子，我到了啊！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？啊？你到哪了？你等会儿啊！哎，美女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带你吃鸡啊？不方便。不是，哎，甘都飞机场啊！你个倒霉孩子，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你跑这儿干什么？我在家里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。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。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，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，好不好？这老吴也是你叫的？